费玉清的轻音乐。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再免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也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。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现在也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。上的今天，梦醒时分原唱者陈淑华为金钟及金曲奖最佳女歌手，1996年以梦醒时分荣获世界华人票选1985到1995年十大华语金曲。哎，我们那个时代需要拖长音的，像王昭君啊。今日来宾是歌唱爆发力十足的洪佳慧，在拖长音方面将与小哥一争高下。思乡情，怎么还不快下来啊？好厉害！你看小哥麦克风已经拿到这边喽。哎呦！洪佳慧为大家献唱的第一首歌曲是邓丽君的《千言万语》，请静心聆听。走，爱的寂寞。
欢迎彭佳慧，大家好。哇，这个节目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好，你好，好多网络的朋友都来说，常常提到，希望能邀请到彭佳慧。谢谢大家的邀请。听到这个彭佳慧的歌，大家不难发现，她除了唱红的很多歌，大家耳熟能详之外，而且这个中气很充足啊。啊，有些歌曲我听你在唱那个，该有带那个表情。这个气要拉的很多小节的时候，你通通能够哎，没有，这个要跟小哥学习。哪里？我是属于那个用小腹发音。就是啊，这看起来也是怎么讲，并不是很快的人哈。嗯，就是中气很足，可能在平常这个 pop 里面锻炼的时候，就锻炼的相当好。对，那个帮助我很多。在 pop 唱歌，然后之前是在民歌餐厅，所以有一些演唱的经验，然后自己也很爱唱。洗澡的时候唱，运动也唱，也唱，就是爱唱是。对，就爱唱。说到这个音怎么样，这个把它这个小节可以唱得很长啊，这当然要一点这个一直慢慢的增加啊，技巧，所以技巧等等，它就是开始这个压缩的能力越来越多。所以这个方面这个拖长音啊，能不能给我示范一下吧？拖长音啊，对，找一首歌，有了，我很喜欢一位歌手，他叫 Whitney Houston， 他有一首歌后面的部分，老师给我一个 key， 他这首歌叫 I Will Always Love You。哦，大家来琢磨琢磨一下，哎。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.憋住哦。哎呦，乖乖，期待小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哎呀，哎，我刚才感觉好像就是在听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唱片一样。哎呀，很棒哎，不简单哎，乖乖，刚才这样示范一下。我才发现，没有没有唱前面很难唱到后面，真的，这个原来在 pop 里面可以锻炼是这样好的一种功力啊！谢谢。那发现我们这些唱流行歌或者唱一些怀旧歌的，还跟你们这些这个小朋友们比，还有一点距离的差别。没有，今天真的要来跟小朋友学习。我们那个时代需要拖长音的，像王昭君啊这些。哦，王昭君。王昭君。光是这一句就要。当对很长的时间。三分钟。还中间还有阳关三叠啊。阳关。一站一站一段一段一站一站。阳关出场。所以很多人趁这个时间有这个歌都是顺便上上厕所啊。好。回来还没唱完。还在唱。是。那流行歌也有很多，我记得像月琴就是一句。哦，郑怡姐的月琴。给我一个音试一下。再唱一段思乡情。
怎么还不快下来啊？好厉害！你看小哥麦克风已经拿到这边喽。可能啊，我记得这一拖了更长哈。老师都要害我们呢。然后叮当叮当叮当，对，抱一只老月琴，音散两声不成调。老歌手琴音犹在，读不见恒春的传奇。落山风，哎，怎么唱过瘾起来？好好听啊，好好听。哎，这是跟观众也是切磋一下，因为很多观众也在这个网上会提到说，哎，你们像彭佳慧之类，他们这么会唱歌的，我们也这个年轻朋友也喜欢唱，虽然不是职业，你如果在节目中访问他们的时候，多聊聊一些唱歌的技巧，对大家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，在 KTV 里面。对呀，大家都好喜欢到 KTV 唱歌。是，今天彭佳慧秀出来一段，那刚才那个拖长音，当然那是要时间来锻炼的啊。嗯，对啊，运动平常真的要保持运动，有氧的运动。是在私下你也就问我说，哎，小哥你唱歌要不要运动的？我也是在这个工作，比如说紧锣密鼓当中啊，也是需要一下肺活量的增加啊。那平常的时候，我到这个其实要像你们一样，常常在 pub 里也自己找到一点娱乐，也台下的人也开心，也算是一种锻炼。小哥到 pub 唱歌不得了，真的吗？不，我的歌路可能适合在这些交际舞场所了。这个那个唱的都是什么 Tango 伦巴哦，下面这婆娑起舞，哇，那个好棒哦！哎，有这么好的喉咙，这么嗓音啊，其实什么歌对你来讲都不会难。哦，我最大的心愿，最大的心愿是就是来这个节目跟小哥有机会合唱。哎呦，最大的心愿，这也是我的心愿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心愿啊！真的，千万不要讲啊！你连妈妈小的时候都是我的歌迷，没有啊，我爷爷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不过我们家真的全家，我爸爸、我妈妈、爷爷奶奶、我叔叔、我姑姑，他们真的全家，还有包括我跟我妹，都是您的歌迷。我是唱了不少年呐，真的有的家里两代、三代都听我们的歌哈。可是小哥也是从很年轻、很年轻就唱。哦，差不多对，一退伍就开始唱啊，所以算来一路也蛮顺的啊，一直到现在。我就踏进这个行业，一个兴趣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听小哥唱歌。哇，不过最期待的是，我很想跟彭佳慧来一个合唱的歌曲，好吧？嗯，太好了，是期待已久。我选一首歌。哎，好。这首歌是当年苏芮姐跟应该是梁鸿志啊，梁鸿志合唱的，一起合唱的歌，叫做这首歌叫做《请跟我来》。哦，这个歌也是很棒。非常标准设计的男女合唱的，对对对，然后蛮难唱，我也会唱，今天跟你合唱这首歌，太开心了。好的，请跟我来，请跟我来。我踩着无边的悲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耐的情，
轻的轻音乐节目进行到这，我们还想听彭佳慧再为我们带来您的歌声。好，接下来我想最后带来这首歌，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，他叫做黄莺莺，在当年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听，这首歌叫做留不住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听彭佳慧带来留不住的故事。
轻的轻音乐，期待值得一听的好歌。